提到中国超模贺聪，则是近几年来备受时尚圈关注的黑马。近日，中国超模贺聪携手玛丽卡共同登上 Vogue Singapore 副刊第二期封面，这张新加坡版是聪聪今年的第三张 Vogue 封面，也是新解锁的版本，以花火为主，以感恩之心展现时尚和美丽的力量激发的节日喜悦。封面中的贺聪身穿粉色衬衫裙，衬衫裙作为基础版型，选用轻盈的雪纺面料，再搭配上超级有女人味的刺绣元素，这样一款裙装简直不要太淑女。贺聪的这组造型就是如此，虽然并不是标准的衬衫型领口，但依旧穿出了衬衫裙的端庄大气感。喜欢轻熟风造型的女生就可以选择衬衫裙版型的各种连衣裙。另一组造型的她穿丝绒长裙，丝绒材质的裙装自带亮面感，印花的设计也是凸显了高级感满满。经典立领丝绒连衣裙，绿色印花，修身及腰带，让贺聪举手投足间散发优雅温柔感。喜欢就订阅呗。